件衫，你买咗六件衫俾我，而家即刻嚟睇下你买咩衫俾我。头先拆到我好惊讶，我系可以正常嘅先。呢条就系一条背带裤啦，诶裙嚟噶，系啊，裙嚟嘅，系啊，开叉嘅工人裙。工人会着裙嘅咩？呢个并不特别，呢个好特别吓，工人裤，但系佢系一条开叉嘅裙。你羽绒里边唔着嘢噶？呢个系你决定嘅，可以决定入边着羽绒啊、太空衣都得嘅。我可以决定唔着噶，咁梗系唔得。但系呢个冇乜特别咯，因为相比起之后嗰啲，我觉得冇乜特别。呢个更加冇乜特别啦，普通百褶裙有啲靓，裤胆嚟嘅，梗系啦。但我想讲个裤胆，我想讲个裤胆长过条裙。呢个着耐先知。开始嚟了啦，呢个就应该系啲 sport bra。裏邊嘅嘢啦，哦咁樣嘅，我就諗緊，嚇咁長嘅，哦咁樣嘅，依啲男人應該係唔會知嘅，啲女人係會咧天生 detect 到啲著法嘅，即係男人會覺得喂依個咁長係咪壞咗啊？梗係唔係啦，我買嘅時候已經知道了。咁你有圖噶嘛？跟住我褲嚟嘅呢條，喂咁大條喂，可以索埋側邊嘅應該係嚇索高啊，可以，不如索高咁，佢咪露屎忽咯？咁危險嘅咩？嚇你買咁睇嚟入面要著條牛仔褲長褲先得。叻勁嘅條，依個重頭戲啊！我想話你知，佢買一個手袋俾我，佢話係咁樣著嘅，靚喺邊啊？著底衫一樣，跟住依個先係最過分咯。睇完之後我唔係好明白呢件事。八爪鱼啱啱好八条须，啊唔系十条。你识咩啊呢个？你哋又好，老公又肯哥都唔知道着法系点噶啦。我冇睇过图嘅，我话个女人系天生有一个 detect 着法嘅功能嘅。我估计应该系呢度，喺度咁样绑，然之后咁样，跟住下面再咁样。哇，似系喎，哪吒仔啱啱好似嗰啲俾人绑住嘅，囚犯咁样。真系。真係好咩咁樣 ，LK 到不得了喎！哇，唔係啊，幾好喎！咦，呢個下身都係頭先嗰個嚟嘅。係啊，我唔敢拉上去住啊！我而家拉上去俾你睇下，用力一扯啊，一二三，黐線，我想落翻嚟嘅喎，哇，底褲一樣喎！哇，係喎，喂，後面得喎，後面得喎，係咩？你買過啊？哎呀，買錯衫啦！哎呀，哎呀，呢個設計唔得喎，呢個設計係。系肥嚇，真係一拉咗條繩之後就肥咗好多。我頂你個肺啊！特登買啲肥褲俾我啊！等等先，我拎漏咗個手袋啊！我發覺咧，原來我本身屋企有件咁樣嘅衫嘅，但係佢嘅質料係唔同，佢係一件。哇！你嗰件透咁多，大佬。唔係啊，佢係一件嘢上邊再有面嘅，咁所以佢依個係底嚟，就係露衣折嘅啫。但係佢都係一個手袋咯。哦。睇下一模一樣，一模一樣。你記唔記得我著咗兩件嘢啊？而家唔一樣。好，我哋換第二件。噔噔，我想講咧，其實除咗呢一 part 係可取之外，我覺得好似圍裙。係你著到好似圍裙，我都覺得襯呢對鞋係完全唔 work 嘅。嚇，咁我冇鞋，咁你下次係應該要買鞋咯。大家睇我 IG 係咪成日見到我著呢對鞋？係，因為就係真係好靚，但係佢話唔襯。唔襯。換一換對鞋，真係幾似圍裙啊！煮個飯嚟睇下先。好似啊，系咪买得太细件？咩太细件啊？扎得滞，我拉到拉链噶，扎得滞，咩意思啊？完全 OK 啊！呢件上身我觉得好睇喎。呢件我想问你，几好啊？做 gym 有咩唔同啊？但呢件真系唔系 sport bra， 有啲松，好松啊！我觉得系细码嚟噶，可能唔系 free size 松。咁佢间店有问题啦，呢啲做 free size 咁。如果肥貨點算？咁可以點啊？佢鬆咗，可以唔著啊？唔係，但係好睇啊！可以墊個耳語喺裏邊著咯。仲要墊耳語啊！依家都慘啊！你睇下條腰冇嘢食。跟到，我想睇下。好啦，下圖。喂喎，擺下 pose 喺呢度。我喺度擺 pose 咩？係啊，即係擺啲有型啲嘅，大隻啊你，好 strong。哇，好型啊！叮叮，嗯，好冇質素啊！你呢套衫真係條裙麻麻地啊，諗住好安全嘅一條短裙，但係啲質量好差，好有打網球啊！但係好個個質量好似，白唔到添。係。今日可以出到街咩？完全冇問題喎，我覺得呢件係好睇過你上次嗰件。真係咩？好性感喎！你試下側少少。好性感喎！
有咩邊個位係好性感？我依個仲似著住件泳衣出街喎。唔似喎，我覺得唔似泳衣喎，嗰次嗰個似啲。嚇！你睇下後面。真的不像嗎？原來老公的尺度是這麼大，不行啦。因為最近都很流行穿一塊布，好像這些這樣的， Jenny 有穿，陳瑩有穿，我覺得我都可以挑戰一下那塊布咯。是很 OK 的，這件衣服你試試扎了個頭髮可能還好看一點。哇，另一個人來的，不如整起個音吧。哇，另一個人來的，剷光個頭的。哇，另一個人來的。好了，大家呢看完這裡這麼多套衣服之後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去告訴我，嚴選一下今天你們覺得最好的那一套衣服究竟是哪一套，最差的那一套又到底是哪一套，全部都是老公選的。今天的片就到此為止了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和 Comment， 我們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我發覺前面的扣都挺有用，可以吊著東西，好像放鎖匙啦、掛電話啦都可以。喂啊，件衣服會不會掉的？黐孖筋。